太夸张了，我歇一下啦。重来。对不起，导演，对不起。大哥，导演，你收一点啊，别整得跟跳舞似的。那您看我收几成合适？要不我先给您走一条，你看看。自然点就行了，再来。导演，来让一下，让一下，让一下，让一下。哦。哇！爷，我给躺着爷死着去。准备了，准备了。导演，我们再来一遍。导演，你看群演里边就我是专业武行出身。你看我要是觉得我表情不到位，我可以把脸抹黑吗？你看，导演，你现在就回去躺着演一个不动的玩意儿就行了。来，准备。来，手续收一下，准备啊！马上我们再来一条。下一位，见你过去。排好队，一个一个来，名字名字，哪个组？来六号。排好队，六号，一个一个来。六号，哪个组？哪个组？你打我，哎，什么情况？什么情况？第一天出来拍戏啊？规矩呢？排队不会啊？站着，我教你们。他咋先来？七号，张启明。这不对啊，这。金哥，你记着，七号。看着没有？那你咋先进了，金哥？造型指导，胡总您了。我来，宝宝，排队吧。四号，微信七号，张启明。哎，导演，嗯，我今天挨了那么多枪子儿，怎么这么少？不是你抢了眼的吗？还瞎眼？还敢接？下一个。旁边，该我了。现金还是微信？哎，现金吧。现金啊，来，把名划了。导演，特技演员和群演怎么能一样呢？要钱是吧？我自己把钱给你垫上，明天不用来了。不，来，我来。来啊！不，你忙。对，我不想看见你，真把自己当人，我真不想让他来了。我跟你说。我的衣服呢？好了，先出去吧。什么衣服啊？这好好饿的媳妇咋就没有了呀？没有你的衣服就是没你的戏呗。房里的臭狗屁！你看不见门口牌子上写的什么吗？闲杂人等禁止入内，赶紧出去。哥，仙子，你牛逼，你是造型指导，衣服拿来，老子马上出去。我觉得吧，正好你别演了，这么大岁数伤筋动骨干嘛呀？拍电影讲的是动脑子，不是流血的。你是有病了吧？我是丢了你的人了，还是流了你的血了？这破针线活谁也干得了，你牛逼神了你！你现在出去，你看今天没有你能不能拍？你再跟他们说，你说今天我不干了，你看他们拍得了拍不了？拍了几天戏？走，我带你去问问导演。拍戏是演员重要，还是你这烂针线活重要？你别瞎折腾了。衣服是我藏的，你现在没有衣服，你连进现场的资格都没有，你现在连个群演都不是。哪位老师敢演火烧人啊？导演临时加戏，机会难得。
你见了没有？不是可有了吗？来，你去。上。有没有人？导演临时加戏啊！机会难得呀、啊！我，过来。导演，导演我来。你衣服呢？来晚了，没轮上。你真敢烧？敢，专业的。来，换衣服，换衣服。别活了！你都要开。梁成，很棒啊，我都为你感动了，能不能再来点？走！老张，有没有事儿？老张，林志，还能不能再来一遍啊？没问题。嗯，来，到你那儿顺。哎，你真真真，服不？哎，谢谢长，谢谢长。七号张启明，但是辛苦了啊。没有没有，导演辛苦，导演辛苦。来，快，上，站起来。好看，特别好，特别好，老张。导演，来，我敬你。导演辛苦。哎，老庄，嗯，你练过吧？你以前就干这呢。哎呦，那你现在可是咱们组的成龙大哥呀！啊，那也不敢当，哪敢跟龙哥比了？我们这差得远，三脚猫的功夫。还是咱们造型组厉害。要是没人家针线活，我们这都上不了现场，是吧？也不错，哎，导演，来来来，我敬你。导演辛苦，导演辛苦，严格要求，严格要求。啊啊！李良，来冲啊，冲啊！快点！不愧是造型指导啊，好，画的是真好。以前你跟我说你是身着的来，处女座，对，处女座，洁癖，啊，破针，左，行，再看一下这儿，有点痒了这儿。没事没事的，画画画画，给我张纸。啊，安迪，叫祖一过来，顺便跟副导演说一下，换个演员吧，他拍不了了，明天休息。哎，回来回来回来，又开始了又开始了，你明天大决赛中场戏谁能踢了我了？老张在剧组里面演技越来越好了。你看啊，这个才是好演员，这个才是专业。我现在赔偿金头，等下再讲。哎呀，给老子鼓个掌！
你在燕上了，导演也给鄂甲吸了，啊，走。这被子人到警察马上看来，赶紧照片。导演给的，尝尝呗。不吃，好吃。下一个来。说你是神作的来，处女座，对，处女座，心太细了，像个女娃娃。信不信能拍电影？这些万一没拍到你呢？你说的对，你又不是主角，你这么拼图啥呢？一分钟就到，马上！我怕你死在战壕里啊！导演，对不起。行。吓死了！来，好，来，都非常好啊！再往前，走起，走。想和你说的有很多，话在嘴边却又闪躲。你总问我是否值得，说其实生活已给予许多。就这样你总说人生坎坷曲折，不错，一听如刀割。生活的战场没有选择，前行的人会拥有整片星河，就这样前进着，追逐着，满身是尘，满眼是光，就这样热烈着，燃烧着，忘了现实冰冷，记住这个男人，就这样无畏的勇。从同行者到惊醒着。